I'm author of 19 books from China. This is my 19 books. I designed 3,000 sweaters. Please subscribe to my channel. Update every day. Hi guys, 我们现在来学习经常给大家讲过的这种拧针双螺纹的编织方法。大家可以看，它和普通螺纹相比起来，有着非常非常整齐而且细腻的形态。更重要一点是，它在兼具了有弹性的同时，还在边沿这个位置啊，有一个小花边式的一个效果啊，它更像一个花纹，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两个竖道。因为在初学者刚开始编织的时候，会在这一针正针的两侧呢，然后形成不整齐的这种效果。同时呢，它们也会在这个位置啊织好以后会形成一种炸裂的一个样式。所以很多人没有明白为什么它织的没有现在这种这样整齐。那么好了，我们现在呢就揭开这个谜题的答案啊，我来一针一针的教大家这种拧针单螺纹或者是双螺纹的编织方法。首先呢，我们学的是它的起针的方法啊。起针的方法之前其实在多数的视频当中已经给大家讲过，就是我们简单的给它这样打一个结，大家看到了吗？简单打一个这样的结啊，然后给它调整好一头啊，穿上毛衣针，这样就算作是第一针已经完成了。然后我们采取的是跟这个边沿一样的这种啊，这种花边，就是绕线的起针方法，大家看我啊，这样就算是起好了第二针啊。我们把这一部分呢放在旁边，只是作为一个样式啊，来给大家做一个借鉴。好了，现在是第三针，第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好了，我们织起十二针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啊。大家看，起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我们没有必要把它拉得特别紧。如果你拉得很紧的话，这样就会影响你一会儿在编织的时候的进针啊。我们起好针之后呢，然后给大家这样翻转过来啊，然后把毛衣针的另一头给它捋过来，看。我们用它的另一头这样直接编织就好了啊。第一针呢，我们要给它织，看，织正针。然后第二针也是织正针，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讲授的是双螺纹的编织方法啊，是两针正针、两针反针这样的编织方法。好了，当我们完成之后呢，然后你看它织的效果呢是这样的啊，然后我们给它翻过来再织第二行啊，大家看它是这样的效果啊。我们第二行的时候呢就已经采用了我们想要的这种方式啊，但是大家要记住，为了给大家展示，因为是第一行，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位置啊第一行就给它做这种花纹的这种编织，我怕它边位置不够整齐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这样啊。我们现在把这个行，现在要织的这一行当做第一行，每当两个线头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当成第一行啊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了。大家看，我进针的时候啊，我没有从传统意义的这个位置进针，按理说我们应该这样的，但是我是从这个位置进的针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。每当两个毛衣针的线啊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这样织，也就是所谓的隔一行有一次变化，记住了吗？看，又来了啊，问题的关键又来了，我是从这个位置进的针，看到了吧？好，然后
下边呢就按照常规的手法来编织就好了啊。只要一缝正针，在这一行我们都要在它的下方进针，看到了吧？好了，下一行呢给它这样翻过来，没有任何的变化，按照常规的手法来编织就可以了啊。你看这一行是没有变化的一行，好了，又到了我们有两根线同时在一侧的时候了啊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又要啊沿用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方法，就是在它的斜着的这个位置啊来进针，底下进针啊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它是拧针进针的。看，我是从这一位置进的针，留意到了吗？反针是没有任何变化的，我们按照传统的方式来织，但是只要一缝正针，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位置进入啊，看到了吗？我们是这样进入的啊。这一行完成了之后呢，下一行呢依然是按照普通的编织手法来操作的啊，依然是啊该怎样织怎样织就好了啊，就是按照你平时的编织的手法来完成。好了，又到了这一行，又到了两个啊线同时在一侧的时候了啊，我们又要给它按照刚刚教过的方法啊，在它的底下进针了，看到了吗？每次都是这样操作。你看我们已经织了这么多行，将近六行的样子啊，它已经小小的具有了那样的样式了啊。看中间这两个，因为这个呢它是在边沿，所以它会受到边沿的这一针的影响，会看上去没有那么明显，但是这两个花纹已经非常明显了。我们再向上呢织几行，这样它就有着极其明显的那种花纹效果了啊。反面依然是我们说过的啊，没有任何的变化，按照原有花纹这样编织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又来到了我们说的这一侧啊，又到了两针两个长线在一起的时候了啊。我们现在还是沿用着之前的这种编织的手法，在它的下方进针，看在这位置进针的啊，然后我们继续向上编织啊。每到正针的时候，我们都要选择在这一方向进针，才能够达到我们所说的这种效果啊。好，又到了反面。反面依然是没有变化，按照我们常规的编织手法完成就好了。哎，哈哈哈
又翻过来到了正针的这一面，正好啊，正面的这一面啊，我们依然是采用了之前的手法，从这个位置进针。看，只要是正针，我们就要在它的下方进针啊，而不是传统的直接进入哈，一定是要隔了这一行才会有我们看到的这种效果。但是如果你要是每一行都那样编织的话，它就形成了非常非常紧密的那种效果，就无法达到具有弹性的这种穿着效果了。所以啊，如果每一行都拧针的话，也只是局限于某些个款式啊。好了，大家现在看我们的这个花纹呢，已经具有了我们想要的这种效果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它，和我给你们啊之前看过的啊这个双螺纹的这个边沿这部分，它是一模一样的，看到了吗？啊，大家就用这个方法啊来编织吧，它会有着很漂亮的这种编织效果啊。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同时点开小铃铛，这样你不会错过关于我们的任何一条教程。